剑怎么卖？哎呦，道友好眼光啊！此乌龙剑乃阴属性中品宝剑，能产生阴浊之气，克制五行属性攻击，一口价300万灵金。这么贵？我是说，100万灵金，你这摊子我全都要了。你怎么会有十宝神通？这种神通要不是天生，要不就是元婴后期习得。你明明两者都不满足。这个嘛，原来是这戒指能施宝。既然这戒指这么好用，不如……这是宝贝吗？这个呢？我买。哎呀，这也不像宝剑呢。你懂什么？这可是能劈山开海的宝。这就是蓬莱仙剑。这下品宝剑都没这么脆。就当买你的剑了。做生意要诚信经营。欺人太甚。道友小心。道友饶命啊。我问你个问题。我队友在哪儿？别装蒜啊，你暴露了。我暴露什么了？这个龙腾雷是怎么回事？还有你怎么会知道我叫什么？这个嘛，追到我了就告诉你。你要的人我找到了，你该怎么报答我？你有苏若雪他们的消息吗？你找他，他又找什么姓苏的？你们的关系也太乱了。那可不是什么简单的姓苏的，是他的意中人。原来你有心上人了，亏你之前还叫人家叫得这么亲热。没想到你还是个花仙大萝卜。不是，小女子见过花灵主沈仙长。燕姑娘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来履行诺言，当您的修炼鼎炉，小玉今后就是你的人了。没想到你还是个口是心非的家伙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燕姑娘，你先回去，此事在意。小女子虽然修为不高，但一定能帮到仙长的。 我没有嫌弃你的意思。他的意思是他答应了。